是配，对啊，他说不，还是配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。前面胸膛很开呀。啊，梁玉姐。好，我们还有四位歌迷，谢谢。你们都是没有声音的就对了。同学，台下有八万人，你小心等下被踩过去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下一位，大家控制一下好吗？好，你的声音配，你要说不，就是安小，你要说不，你要说不，那个这个是安小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最后两位压轴，也是我们的歌迷会的朋友。你要说不，好，最后一位，好，谢谢。他干嘛？脖子上挂的是谁的？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所有的歌迷，还有钟伟啊。刚刚报完这么多，要不要讲一下你的感受？感受就是很开心啊，就是对啊，然后就希望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多多支持我的专辑。最主要我是希望我的专辑你们听了之后觉得很好听，那就好。我刚刚发现你的歌迷啊，从小朋友到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，到台中的朋友，你们只啊有一个没有报到，他是谁？阿嬷，你是阿嬷。我快没出来，给他一个拥抱。好，没问题啊。来，上来吧。最后压轴，我们给阿嬷拥抱，这福利一定要有的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阿嬷，阿嬷身上也有我们歌迷会的牌子哎。哎呀，这一定来胸口，看好紧，来这。阿嬷都要笑的啦。还没考，我跟阿嬷。给我们的阿嬷掌声再多一点点。考完了，谢谢。我想说大家会支持钟伟是因为我刚刚之前有讲到说，因为他的歌声就像我们的朋友，就像我们隔壁的大哥哥一样，也谢谢你的支持。最大的回馈就是唱歌给你听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接下来这首歌要不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？那等一下可以的话呢，就尽量稍微走近一点点，但是能不可以乱，不可以乱才可以走下去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好吧。那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是《最爱渴望》。好，来欢迎杨宗纬带来的《鸽子》。